种东西有10000块钱，我告诉你，不用考虑，你拿吧。哎呀，还10000你都不用。花都很活的，那个是老种料的。哎，我感觉在这里面走来走去，跟人家挨着我就很不舒服，好像要犯病了感觉。哎呦妈呀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那确实，你丫的，你都要去玛瑙底了，有几个能达到你的要求？冰是冰，起胶的，财神，感谢大姐关注哦，欢迎静静爱山疯子，他这个手工雕的货品都挺特色的哦，胶感已经很好啦，就是胶感没有那么透而已。来来，刚才那个柠檬呢？柠檬说要高冰的，他这里有。这长毛货能找到？欢迎链姐。你有吗？啊，783上的可以吗？没有，我这是王美，他都是素面的，都是王美。他那个啥，一个油垫。这种都达不到高冰的。我姐姐要高冰的。这个老板娘给你推荐这个，欢迎森林绿的乌牛，虽然说种一般，蛮色啊这个。欢迎心无燕儿，西雾燕儿，没有小貔貅哎，也没有小金蝉。露白，你要那么均匀的绿干嘛？蛋面那种，那种东西一般都不会在直播间出现，好吗？那一串得多少钱？那玩意儿那一串，那肯定就是7位数的东西啊！欢迎6706。又要色又要种，还要色均匀。你想买还得早早的，不一定有，不一定你想要就有，不差那几百万。哎呀，2天没见，这小迷弟发财了。这家伙的，你发财，你咋不带上我嘞？这有财一起发嘛。抠搜的，欢迎三，欢迎心灵直播间的朋友，没点关注，关注点一点啊！我们现在在天光区走过，明天晚上就走不了了。明天晚上，明天一整天天光区都修了。欢迎静夜思，天光区休息一天。这里的珠子单珠，天眷说晚一点过来给我捧场，用买珠子。
我感觉我等不到他们不忙的时候。不要看人家连个灯都没有，你看看人家货漂亮。欢迎春哥，哎呀，一过来那几串多宝刷一下就收钱，你看他那多宝是不是白忘机的。这里了，欢迎吴小雨，欢迎星星直播间的大大水水，晚上好。还没看上，哎呦，我看到那几件货，我眼睛都发光了。欢迎烦恼的臭虫，你居然跟我说你没看上。这话说的没毛病，就我没看上。三网。Hello， 徐大，这一串三网怎么样？应该有卡是三的。欢迎烧饼，一颗银，就一颗银的。现在眼界都高了。席上没烧，俏色俏掉了。这一模子好看吗？有意思，还有这小咪咪的小吊坠，不是牌。人家直播间好嗨呀！这个也是财神哎，不过这个小一点，是手镯新来的，没有那么大。徐大，这个总好。欢迎我为汉服狂，一整个手镯新。欢迎玲玲。这个多少钱？15000。欢迎安静。其他这个喜欢吗？但是没有你想要的那么大。欢迎翡翠月月酱。白雪公主的梦，欢迎关山无名，欢迎2978。
哎呀，欢迎妈宝男的妈。明天放假，今天个个都这么早收了。欢迎扛把子的我。欢迎1900。这个老乡泡汤的，所以说只要货主是泡汤的话，就很难找得到东西。今天看到了，明天就看不到。哎，昨天看的，今天就看不到。看到好多人发那个发抖，说的白汤白到想哭。我是找工作找到想哭。欢迎淘淘的红妞。欢迎桥山脚下摆摊。没人卖不动，找工作，信号，工资低，卖不动，都是一个道理。小乌龟，还有山水小白剑，欢迎依秀很稳重。这个是地藏文殊，这个也是地藏，这个雕的是如来地听，这个也是文殊地藏望佛窟，这里雕了一个佛祖，哦，这边还有个佛头啊，这个是观音头啊，这个是佛头，然后这个的话是鬼头地听，这个是骷髅头嘛，这是身在地狱，然后上面的话是佛，这里有个雕了个佛号，雕了个佛号，双面雕的，后面雕了个一念之间，这个工雕的蛮复杂的，它这个应该是一手料，但是黄埔也很少有一手料的。这种一件多少钱呢？挺大件的。欢迎怀才单身贵族，欢迎杨洋，这个多少？2500。这个有没有大大水水对的？我感觉它这一件的话，包含的寓意挺多的。虽然说工比较一般，但是这个黄是天然的，它不是烧的哦。地狱不进，誓不成佛。他这个是身在地狱，这边是一念之间，这是地狱的火焰。然后这边全部跳色桥雕成骷髅头，上面这里的话雕了个佛，佛光众生嘛。有对上的大大岁数可以谈一谈哦。开价2500，价格也不高，
迎幸福幸福，没电了。欢迎心灵直播间的大大学生，晚上好。没点关注，点一下关注哦。画面没很好啊，有点模糊了。等一下我找个地方，找个地方我充一下电，不知道是不是没电的关系，还是网络的关系。欢迎燕子姐姐爱买买。可能在这里面网络可能不太好。这是干嘛？这一个一个。我们找个位置充个电，可能网络问题啊。可能是，那刚好也没电了。这里面人太多了。是比较差，是网络问题。大陆号这边的话，网络也卡。欢迎夏洛，龙海，这钓了一条一只麒麟，有求必应。这老板的货虽然不多，但是货精。欢迎懒猫猫。欢迎一念在后，诱我向前。天空系这边，我感觉看的大多数还是牌子多。雕的，精工雕的货品就是好看，精美。我那天我还说我看不明白这个是什么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这是《霸王别姬》。欢迎海天，那天我还说，我还想着我一直在说，我说这两个戏子是什么意思？脸谱。刚又卡住了，现在又好了。徐娜，我之前我还问过你是吧？我说这个是什么？霸王别姬。欢迎名字饼干。欢迎月光宝盒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没点关注，关注点一下哦。欢迎二不一休。欢迎香草，问你可能卡住啊，那天也是卡。欢迎木子李，你没有听到，因为你没回我。人多，也是卡的要死，卡到不行。
看我感觉想起来了，挺有成就感。欢迎17886699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没点关注，关注点一下。又卡一下，这边也卡，淘宝这边也卡，淘宝这边都卡住了。八罗汉，欢迎8004，欢迎彤彤，两个圆的50，他都两个才给500，他都会被气得会流眼泪。欢迎森林绿的依兰，这白炭其实蛮好玩的。欢迎鬼鬼，我感觉我以前白炭，现在这样子搞，我感觉我已经白炭被磨得没脾气了。我淘宝号这边卡飞了，小锁平安富贵长命锁，大件的有半成品，这个是麒麟，这只也是，这只是飞天虎啊，如虎添翼，这个也是地藏王带地听的。这儿有个大财神，欢迎骑着毛驴找蜗牛。当然这个财神不是那种肥嘟嘟的，但它很大件，龙凤，然后手里面龙珠，龙爪，抓着一只龙珠，然后右手左手元宝，右手如意，欢迎色彩包装。徐大这个喜欢不？还是喜欢那天那一件？这里还有一件烧红的，骑马的关公，这一件多少钱？没在这里啊。不是你的，都是几万的，大家。他这个都是几万的，算材料。完了，我心扎稀碎了。欢迎天亮，万万没想到你居然给出来的是这个答案。麒麟，啊，它不是很饱满的。很少有这种雕这种立体功的麒麟。脚上也是踩着山的。欢迎轻舞飞扬。看来麒麟也多。真的丑，那旁边隔壁摊的老板娘说他那个货都是几万的，他是不厚，比较扁，但是要算起来的话，他那个厚度应该有卡7-8左右，只不过是他比较大个，所以看着就扁扁的。所以说没有眼缘没有办法。
算盘精打细算，一眼看就没财，那算了，还是找个肥一点的吧，找个有财一点。我也想要有财，我想带个貔貅。我感觉我最近老倒霉了，我想带个貔貅或者带个什么东西避一下。欢迎星星宝贝。然后我在掌柜的钓的那一对貔貅，我就想着不卖算了，留在家里，把它抛光了留在家里。欢迎红姑要奋斗。亲，没点关注，关注点一下哦。微六，哦，他家微六工不错，款式也多。都是镂空雕的，我有错过，错过什么？你说我错过什么？我的财呀，没留住。留不住。都错过好几次了。以前。哎。过去的事情。提起来说多了都是泪呀。云浮石都玩，错过了好多。然后最近的话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倒霉，我自己都肉眼可见的倒霉。财神，这个有点乌鸡子，功不错。欢迎小米。这个也是紫罗兰的，欢迎金牛兔，欢迎我不叫小南，哇。欢迎惬意余生，欢迎嘿嘿哈，这都是专门卖珠子的。沈大大晚上好，欢迎糖果，没点关注的请关注点一下，我们这里逛到头了就回去了，这几天走播的话不会走很晚，等过几天的话稳定下来的话，走播应该会走的时间会久一点，或者说是货主上来，你们想要找什么可以打在公屏上哦。小摆件，晚上好，沈大，
那个头像的白剑光阴很大哦。帮忙点个关注，亲。这是龙头还是貔貅？貔貅嘴巴里面带珠子的。它的弓不错，珠子掏得很圆。哇塞，这一手珠子漂亮。这一手是多少钱？啊，三万五，三万五，颗颗都是小钢炮。欢迎腾讯时光，每一颗都是冰种的，你看刚性都出来了，真冰种水，再往高了说，它都值得起蛋面级别的。张宏伟，对呀，都是蛋面级别的珠子，它小精品多，你看全是小精品，当然这一手三万五，它这每一颗都是蛋面级别的，镶金的，欢迎幸福。远离这个灯光，有没有觉得远离灯光更好看？这种东西真的是丢在水里面就看不见了。红灯好看一点，红灯还好看一点。那个灯在水里面太暗。嗯，它会发蓝，看不清。欢迎黄大，晚上好。对呀，货漂亮，价格肯定漂亮。你们都是有实力盘他的。很美，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这么漂亮的小珠子真的不多。欢迎九九的大熊。欢迎曲妹妹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没点关注，关注点一下。我很少看到品质这么高的毛货珠子。五彩米，还有个米盘，双黄煎蛋。然后这个是花生坚果盘，江山烤鱼，还有个猪蹄儿，大包子，玉米，大蒜，海参，红菇，我们福建特产。哦，红菇现在一斤1000多，煎饺。欢迎黄晨晨的，欢迎蛋叔宝贝。美美的小美呀、啊，这
这一条街就都是普通货。渔翁得利，这个种水也好，俏色俏调，很特色。这里是一个蟒黄的财神，欢迎高妹。静静，这是全部批量走的手玩件。欢迎肥妹妹的杨妹妹。这一条街道走完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今天就播差不多了，我明天还要出去面试工作，所以不播很晚。等我工作稳定了之后，到时候会播的时间长一点。所以没点关注的小哥哥小姐姐们，关注点一点哦。欢迎 FL262。紫罗兰的三角金蝉貔貅，无事牌，欢迎橙色的云很友善。小狗狗露骨头，巧雕，随行的珠串，这个装饰也很好。珠子。欢迎小朋友吃不到糖。欢迎9299。闪电骑士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点一下关注。要下播了。这可不错。这个是什么？
五百。这个有没有大大碎碎喜欢的？老板说五百。这件抛光起雾应该不错。有点底色。没有，对，我们走了，回玉波城。玉波城晚上没有摆摊了，人家都收档了。感谢沈沈大是小姐姐吗？感谢沈姐姐的陪伴哦。哦，就徐大在这儿了。感谢徐大的陪伴。不知道饿，这几天是不知道饱。回去了，不玩了，脚好痛。穿吧，啊？